讲到黄色，除了路上满满的计程车之外，就是黄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多想象空间的颜色，然后用颜色来放在我的第四张个人专辑里面，希望可以也有一种成人童话的感觉，那带领大家回到年轻时候的自己。我觉得很棒的是每一次拍照啊都有不一样的摄影师可以合作，然后可以看到他们镜中的自己呈现出什么样的样貌。那今天我觉得穿了一件很可爱的蓬裙，那其实我身上我也是好像没有尝试过豹纹的造型，所以今天我狂野没有啦，我觉得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把自己的灵魂放在里面。